漫步阿里山太行村，寻找传说中的银河铁路和台版九寨沟。那的道平路，这就是惠普啦。伊的纹路无，这石头是经过洗礼过无？伊都自然自然。西半官铺品茶，饱览万路朝凤生态景观。黄头路就是由北往南，一定要经过这个山谷，然后在这边盘旋。周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漫步阿里山，总督茶乡社区小旅行。